在，是片面无处，迷离无所在，目屎滴落来，阮爱你哪在天涯，不知伊敢会了解。外面有两位出家师，甲一位大侠，讲想要伫咱遮借大钱啊。即马厝内无查甫人，老外人踮厝内搭，无方便。无我看你摕一寡文娘互因，请因去别位住。是。等下，新兰，既然因甲丁门请求，一定有所不便。搁再讲，我拜佛遮尔久，会当帮助出家师的机会，这是求都求袂到的。阿良，你请去大厅奉茶。是。阿弥陀佛，多谢夫人发慈悲心，使得贫僧三人免受风霜之苦。哪里哪里，这是应该爱做的。唔知师父发号安怎称呼，菩萨是何处？啊，这位是灵云寺的监持僧，广量大师，精通佛理，法术高强。在灵安寺哦，是非常有名的。啊，失敬失敬，那恁是，我这是闽南吼，去拜几间啊神社，通我师父占座神房。阿弥陀佛。歹势，我今仔规天拢无食饭哦，啊，你大肠过小肠，啊，小肠过大肠，啊，拢巴肚拢唔枵的呀。不要紧啦。啊！我这是吼，叫人去准备受斋。阿弥陀佛。哎！哦，少爷，够早嘞。水鬼，哎，你有看蒜牛无？蒜牛？无嘞。奇怪，这么早是走对队去。公主，我早就起来呀。你来这早起来了，害我找你无，我还准你离开我呢。我哦，关系早起来，洗一下身躯，西装打扮。我看你在困，我嘛唔敢把你叫起来啊。想袂到安尼哦，颠倒，让你替我在咧烦恼。袂啦。你穿足水。公主，这早顿是我煮的，来，你吃看麦。真实的呀。怎么这样呢？公主，你先慢慢来用，我个房间吼，叫我好势。好。李少爷，蒜牛人水，又好贤惠，但这些你冒死啊你！这吼，拢是我前世小好友啦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当然啊，我带你来买一个物件。买物件？哎，花生啊，咱存无几本钱呢，买什么物件嘞？哎，若买物件，花价我上牙，对我来。头家啊，你给我包两粒蒜头，还大粒，搁有味哦。来来来，赞嘞，十文钱。啥物啊？这两粒蒜头十文钱呀？是啊。看价格嘛，差不多八文钱尔。我做生意是有名的公道呢，这八文钱袂使啦。因的生意随也好累累啊，老金啊，来工作当鬼哦。我看无安尼啦，算五文钱就好了，另外五文钱就算我甲你化缘啊，阿弥陀佛。来，退去，退去。五文钱，来，算我透早做生意做少。等下，这茶五文钱啊？啊，这茶，这茶爱五文钱，你这手人只啊？你是你手人还是我手人啊？我免开时间叫钱，一概付出来哦。这买物件，全部来加茶啊，对不？
对啊，所以啊，我是陪你无认真嘞，今日去用笑，我甲停做，对无啊？来起来啦，咱来去吼。哎哎，阿四啊，阿你笑还是啊？透早都笑的，啊真正真衰啊！师傅这边对西湖云游到这，是为着要建设石峰，或者是要完成什么工程？是不相瞒，平清这摆来到武康，是要找出一种非常神奇的药草。 所以找出这支药草，是要解救一条非常宝贵、阁非常伟大的性命。若是讲到这吼，还阁有一个问题，想要请教着夫人。师傅，请讲。冰晶哦，所要找出的这支药草，名叫白文定惊草。听讲哦，敢若悟空伊待在山内面啊，才有出这种草。不过，冰晶已经找了真久了呢。 连这个草的影子，点么都拢无看。白文定惊草，这药草名我拢毋捌听过。新兰，你敢捌听过这个药草的名？安尼啊，新妇嘛毋捌听过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你最近敢捌听过？有一个师傅嘛是为灵魂寺内，伊号做毒蛇法师。假使讲若是伊当找着伊的人，就会当找着这项药草。毒蛇法师。 是啊，伊前几处破争议，而且这人处理处理。嘿啦，阿伊讲的颠颠倒倒，啊动动那痟，人拢叫伊小姐姐啦。啊，这事的名咱遮尔啊古锥啦，嗯，也毋过我无看到，啊嘛毋捌听过咧。哦，啊既然甲如此吼，诶，平静也是非常着急要找着迄味药草，那呢，阮就此告辞咯。诶诶诶诶。 甘师傅姐，安怎啊？安尼今日找无药草，那俺毋是搁要困咧深山内哦。嗯，师伯，师兄，我会提早安排客栈，互师伯师兄休。师傅，我今日讲吼，客栈人侪较吵，会去影响到师傅你的清修。假使师傅你若是无去嫌，这段时间搁待伫我遮，安尼这地主吼，嘛当搁加听一挂师傅的开示。 阿弥陀佛，既然夫人哦，这么啊诚心，佮这么啊热心，那呢，平静就继续交了。阿弥陀佛。夫人，萧华村那内底有佫发生一件命案呢。是毋是佫有读夫人的心，人恶出来？是。咁是白娘。金大哥，伊啥物所在？紧传来。哎哎，你。 甘师傅姐，咱嘛是要去深山啦，你唔惊万一？啊，是万一啥啦？你有听拄则咧讲，讲迄凶手吼，拢是找迄读书人下手啦。我毋是读书人，啊，你佫较免讲，啊，你行啥？行。卖好啦，行。 阿娘，尊心讲的。哎呦，心难。 啊！你看你啦，遐尔熬烦恼，你无听阿爹讲凶手哦，拢是咧烘烤野外熊凶。啊，搭旧厝是咧城内，顺心伫遐足安全啦，你放心吼。嗯。你是嘛是小狗精戆戆呀？哈，你做袂到啊，忝死。啊，花生啊，啊，我把你害死啊！嗯，你遐为着迄笔钱吼，互人当作贼啊安尼做，我看我来死死啊规气。 啊，面顶哦，甲你来写，空空点点，互我当作笑。哎，唐明啊，我是看你昨下咱两个食了伤粗饱，今仔日小可走一下，活动了筋骨，安尼身体唔该会臃肿。花生，啊，你哎呀，山内甲床啊是要创啥物啦？嗯，送礼啊。嗯，我遮有一个朋友，伊叫做吴元辉呢，啊，今仔做大寿，所以我特地两项要来甲祝寿嘞。 花生，啊，你头壳是不是歹去？你共祝寿，哪有摕选那个虫啊？你毋免叫我挂出来哦。哎，咱送礼爱送得卡，有当时啊想要求这两项也求袂到嘞。我无爱信。啊，你无爱信哦？那呢，你目睭睁啊大大，你来看。花生我自幼妙计，到时阵你莫感动甲流目屎哦。 嗯，啊，这就是这嘞。花生 啊，
啊，你唔讲因个冤家作秀，咱无看伊中间结彩，啊，无好客上门嘞。哎，你这读册人，唔免管那济，对我之外，冤家啊，我回收来咯。请你赶紧转来，请你赶紧转来，莫搁创治阮的爱。回身我来甲你接收咯。老爷，因两个当伊要离开，我因挡也挡袂着，我嘛无法度。倒去。是。无啊。啊？恁是啥物人？竟然甲私闯名体。哈哈哈！五万块啊！你今仔日是受天的火气嘛，唔通遮尔啊大。回身我是专工来甲你拜寿，你看我搁送寿礼了。那你送的这是什么礼啦？今仔老夫吼无爽快啦，无要作秀啦，出出去出去。五万块啊，心情咧未爽快嘛，唔通距离千里之外，对无啊？你是因为恁后生胸前生一粒肉丸，唔是啊，肉瘤啊，歹势，所以你心情咧未爽快，是唔是啊？你来知影，我咧食饱伤闲，走来遮看你的面色。五万块，我若不是看你平常时做人袂歹，你呀、啊、就是出这支嘴，一开嘴就得失人。我是专工来看恁后生的病。老夫找遍名医啊，都拢无在调人治阮后生的病。啊，凭你这种臭和尚，你只不过是江湖的术士嘛。你是三脚了的功夫尔，好啊，搁啊想来这骗食骗饮嘛？为什么？不，要加麻烦了啦，等来走啦。无咯，哈哈，不是我医术高超呢，我明明四脚徛稳稳的，伊个不是两脚徛稳稳的，伊个讲我是三只脚，我不服。我偏偏啊，要甲恁后生的病甲医啊好，互你知影我的厉害。好啦，安尼啦，你若有在调人治阮后生的病，老夫当当优秀。啊，若无食，即是送官严办。啥物啊？你要送我官，搁用盐甲我办哦？好啊，到时阵我就送你一粒根，搁用糖甲你生。五万块，伤紧我就无爱咯。只要你把遐个银两啊，摕去造桥铺路，加做一寡善事，只要你若答应，就可以咯。免讲啊，遐多啦，紧甲阮后生治病较要紧啦。病就无问题啦，不过药方啊，就欠几味啊。我即马出来找，若找到，我即时就倒转来啊。无无，花秀啊，啊若药方你做你讲，只要你会当讲出来，老夫绝对找会到。无咯，我一定爱走这逝呢，上少啊，无会死一个两个呢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这个朋友啊，就暂时先待啊，暂且，到时阵我若无转来，你甲送伊干，甲用盐甲拌，安尼会使吼。文生啊，这是你的代志呢，你若肯同意，我才来啦。辛苦够紧呢？无啊。辛苦无半身。才有通食，才有通大。你是咧烦恼啥？我先紧就倒转来，哈。这唔过。好啊好啊，卖搁咧唔过啦。即摆外口吼，真侪妖怪，伫乌人的心肝，食人的心呢，足不安全。你着多通食，较安全，知影吼？嘿嘿嘿嘿嘿。老前辈啊，我这个朋友吼，就暂时交代予你，你也好好甲照顾吼。伊无啥物歹习惯啦，只是平闲闲的时阵哦，爱掉头尔啦。嘿嘿，啊，万不用，若是去予扯起来。全拧上去，我看到时阵送官送盐的，就是你哦。嘿嘿嘿，我先来去哈。不，哎，回去吧，走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哎，这。唉，实在是做残忍的。
确实是伊在害你吃。贝玲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阿祖，赢对了哈，后悔。你才今麦才出来，我问你嘞，陈良伊这个人伫倒位？伊也无甲我做伙，我哪会知伊人伫倒位？你不是讲伊这个人伫武康？对啊，头拄啊。迄陈雷声，你有听到吼？迄就是陈亮对你的怨气，冲起咧天庭所发出来。听你咧讲，你是一个凡夫俗子，你哪有这个资格？假使真是安尼，你嘛表示讲有在想我。我即马吼，就想要换伊的心肝起来看我是红的是乌的啊。好啊，你赶紧去啊！乌人的心肝即马长咧流行啊，你若乌着伊的心肝，拄啊得着流行。不过白莲，我应该爱让你知影，陈亮即马当咧找你，要甲你势不两立。到时阵你若找到伊，伊若找到你，唔是你死翘翘，就是伊娶起来，对象也无好处啊。你，白莲，回心我苦劝你，也是紧走吧。我相信你到时阵若拄到伊的时阵，你也抬袂落手。不过陈亮若拄到你的时阵，凡事杀杀。会将你排死哦！再见。小和尚，你啊！啊啊！小和尚，你快走！敢不单了？伊真是会待我？少爷，咱做久拢无去休息一下呢。看吼，今仔日下暗话色都袂歹，想要带伊来去处理一下好无？我无爱去啦，要算你家己去算啦。阿少爷，你较早啊，毋是常拢叫我带你去好耍的所在，你即摆哪无爱去啊？较早是较早，即摆我有算量都有够啊，倒位我嘛不想要去啊。伊真正哩好。当然的咯，伊温柔体贴，善解人意，不但连厝内迄个插头美人都甲伊袂比一，连咧青楼迄个姑娘啊，嘛无一个甲伊会比一的。不过少爷。我总是感觉吼，你耍姑娘吼，这淡薄仔有带迄邪气伫遐呢。你是食饱先用啦，四界去拼拼的啦，唔免在咧胡言乱语啊。去啦。有啦有啦。哎。你写这无正经的呢？你唔是在打字？规班有一个水某在等我，我要来读个落去啦。你哦，刚才讲要读书啦，其实都嘛共骗的，刚才想咧。我若要过来，要哪会当拄到一个像你安尼如花似玉的美人？啊，不过讲实在，我嘛希望讲你会当高调，然后咧，咱两个结为夫妻，恩恩爱爱做一对鸳鸯。也不过。我已经成亲了呢。什么？你骗我？相信你怎么骗我？相信你怎么骗我？到底是为什么？是为什么嘛？我是想讲，我是想讲你袂跟我计较，我唔只无甲你讲。你想嘛，世间的查某，当一个无灵魂、甲心爱的人，要骗我，我生活到底，当这个小白白跟我争宠，你想要骗我，你现在无良心的啦！啊啊啊！你袂激动啦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阿母，我从厝里底过到边疆，我才带你进门啦，吼。你无骗我吼？我袂骗你啦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天地搁作证，我永远都袂变心。真实的，真实的啦，假使你若不信，我来从心肝挖出来看卖咧。这是你讲的哦，假使讲你若高分我，我就挖你心肝出来吃。
哦，张梅哦，要食啥物件啦？我都听几暝啦，听到要翘去啦。对吼，啊，叔姑娘透早起拢洗身躯呢，我来个头皮一下。